我们现在去亚特兰蒂斯的水族馆兜一圈呢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啦。室内水族馆的一个景象，玻璃非常的厚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米，玻璃非常非常的厚，蓝色的真是，蓝色的海洋。这里还有小丑鱼，还有比目鱼。哦，这个有点意思，沙丁鱼罐头，超大沙丁鱼罐头。哎呀，这。我进来了，哦，这个和刚刚那个是有关系的，就那个水底的那一种感觉。我进入到一个深色的世界。哦，这里大龙虾，这里怎么都吃的？大龙虾、小龙虾。哎呀，大龙虾好吃啊！这个也是吃的。什么鱼啊？胡椒。海扇。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海扇。哇，这放大大的，这萌吗，大哥？这好萌。大哥，他的头在那，不是这个是眼睛，这个萌吗？这个是对啊，这是萌啊。Jessie 这个萌啊，超萌，真的不萌吗 ？Jessie 的，他的正脸不萌吗？那么粗壮的东西，看，好远。这一条，你把他们吓到了。这小白鱼，你看这也很萌，这也好漂亮。海星，这朋友的脚已经被干掉一只，可怜的很。快 ，Jessie。什么 feeling 啊？软软的。那么硬，你和我说软软的，啊，像石头一样。哎呀，啊，摸个浮风。浮木，哎呀，浮木好滑。那个还有个鱼呢。这个就算了。可以拿起来一点。可以个屁。在水里面拿起来。我不要，我怕它咬我。对。你拿。哦。它的窝。大龙鱼，就那个给你拍个照照吧。脚相存，这怎么长得那么可爱？哎呦，这个是直角，这个是两个角。去，小哥家的是蛮有。好萌啊！来，好，我和你说。